来。败术不是这样啊，这是短板的。长板的时间会有多长？它时间会有限制吗？不一定，他们现场有 live band， 就是现场的乐队他们自己控制的。哦、这样的，时间比较自由，对，可长可短。对。好，比赛马上开始，大家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支持你喜欢的选手，可以来腾讯新闻极速版领取现金红包。好，先说啊，就是号称中国最快的 KO 男潘家韵，所以要先介绍一下，免得又把对方 KO 了。对，潘家韵是在2019年珠海站的比赛当中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他当时是三回合应战迪亚哥弗雷塔斯，这次的备战，他自己说还是比较充分的。对，而且也是用拳法跟对手对决，两大武器就是一个重拳，然后一个是转身后蹬。两个都是他的武器。之前潘家韵也跟泰国最硬男星当打过，打了三回合。哎，好一个小超人拳，不错。今天泰国选手都选择跟中方来拼拳，到底是不是明智之举呢？上钩，不错。哦，两个都拼上钩拳。好像大 K 他们待的拳馆就是在曼谷，然后呢是开放式的。那开放式有好有坏，就是好处是比较通风，那坏处就是那么灰尘太多，所以地上都练完这个脚都是黑的。好，一个起膝前进的起膝。哎，今天潘家韵的拳还是打得不够顺啊，还没找到那个准心。对。哎，反击，还是有喽。后手拳感觉还没出来，再加一下。刚才潘家韵有一个小动作，用肩膀一抖，抖进蚕丝劲，把对方给抖开。就是蛮好的一个小的技巧。哎，有机会。今天中方选手都是用重拳来破解泰方选手的腿法。对。潘家韵除了重拳还有飞膝，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进步。我们原来跟泰选手或者跟别的国家的这个选手在对抗的时候，想到对手的这个强项的时候，我们总想着怎么样去防。现在我们知道了去破解它，去找到另外一种进攻的方式。对，而且对于我们的泰国选手的膝法也是都防御得非常的好。在内围的进攻，哎，漂亮！尤其像现在新生代的中方的运动员呢，膝法用得非常好，尤其是跳膝，几乎每个人都很快跳。是，有一段时间是新武创新，是全民跳膝。对，反倒是泰国选手用的跳膝并没那么多。再来一次，转身后蹬，这蹬到肋骨真的太痛了。在铃声响之前，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就倒了。对，哦，太帅了，潘家韵。这是他的师傅小胖魏宁辉，在4月27号也会来武林风路。